像飞燕飘过蓝天，穿云层流星一点，迷人儿的花香柔情万千，你心香仗义在人间，福祸相磨，手中三尺剑，女蛟龙丹心一片，啊但愿但愿有那一天，在披罗山重回家园。姑娘，看你的样子，你好像不知道你的那位朋友是飞贼呀、啊？你有毛病啊！你才是飞贼！怎么办嘛？明秋他们又不在。哎，对了，我。先到县衙门去，他们要是敢抓玉堂随便顶罪的话，我就去闹他个天翻地覆。哎，完了完了，我这家客栈住了你们这些人呐、啊，早晚呢、啊、就要关门了。嘿，姑娘，你要是敢走的话，我就一掌劈死你。不，我不敢不敢。哎，还有。去帮我把文房四宝拿到这儿来。是，我马上替你拿来。快点。姑娘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啊。你写吧。我念你写啊。啊，你不是说你要写吗？我要是会写，我要你写干嘛？可你有毛病啊。是，写。我还不知道有不会写字的女婿啊。啊，不，姑娘，你说你要我写什么？写云秋姐，玉堂被抓到县衙门去了，我先去救他。你们快来。对了，还要写小铃铛。小铃铛要写漂亮一点。写快一点。是，快好了。有学问的人写那么慢。好。来，我看看。姑娘，你看看。你没事了，你进去好。是。云秋，小铃铛。
是贝兹在他手上发现。有了这枚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恭喜大人，以后大人可以高枕无忧了。 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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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玉堂呢？什么？玉堂被抓走了？连小铃铛也去了县衙门。云秋，这件事情很明显，分明是文昌县的捕头抓不到侠盗，所以拿玉堂去顶罪。你说的我都知道，问题是我们怎么去救玉堂回来呢？再说我们也不能去劫牢啊。小铃铛这么一去，很可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说不定没有罪都变成有罪了。那这怎么办呢？就这么办，我们先去探监，见了玉堂以后再想办法。可是小铃铛呢？别急，到时候一定打听出这个消息。走。张老头，您来了。前些时候啊，我答应请你喝酒，就一直抽不出时间来。来来来，这一锭碎银子，你先收下，啊，到对面街上去喝酒去吧。那多谢张捕头，多谢张捕头。去吧去吧去吧。哎，不对呀，我这要是一走的话，那这名犯人……好，没有关系，你交给我好了，反正晚上我没事儿，我替您看着。那就麻烦点了，去吧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一等，把钥匙交给我。我要好，我走了，去吧。现在没有人了，我可以。谁？我们是来探监的。云秋，站住。人有力，他是重犯，不许见任何人。为什么不许？我看，该不是你怕我们见他吧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因为你知道他不是飞贼。昨晚上我跟飞贼碰面的时候，你全都看见了。你抓他来归案，无非是要向你们大人交差而已。哎，他是不是飞贼？明天大堂上一问就知道，用不着你们多管闲事。张捕头，我问你，小铃铛呢？是不是也被你们一起抓来了？小铃铛，我不认识他。小铃铛，他分明来了县衙门，你怎么说没有呢？哎呀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我骗你们干什么嘛？哎，林秋、娇娇，张捕头说的话都是实话，我们真的没有看到小铃铛。哎，玉堂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好像关在牢里一点都不在乎啊。林秋。我本来就我，哎呀，我们可是有冤在先，你不能口没遮拦。不是，林秋、娇娇，你们回去吧，我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会叫张捕头通知你们的。玉堂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哎呀，你们回去嘛，不要管。娇娇，我们走。
再问你一遍，你有把握没有？笑话，没把握的话，我干嘛跟你回来呀？好，我相信你，你可不能害我。哎呀，你是谁？我是商大人的老管家。老管家？八成你是个贼呀、啊！究竟是谁啊？我叫方玉达，我是你们少爷的朋友。哎，你们少爷回来了没有？哎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想害我们家少爷？哎呀，请你相信我吧，我是来帮助你们少爷的，因为我。我正在花园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你想不想救你们家老爷？这什么话？我当然想了。清清楚楚，真的，老管家。那大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跟我们少爷正在找他们求救我们老爷的地方。他们，老管家，他们是谁呀？哎，就是那冒牌大人嘛。
还有那杀千刀的温兴才啊。哎呀，老管家呀，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怎么敢说？谁信我的话？哎，那个冒牌大人跟我们老爷长得一模一样啊。哎，他们裸去大人，其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这还不简单的，流寇是为了钱，温师爷呢，依我猜测，是想要凤姑娘。凤姑娘，不错，我是要凤姑娘。姓温的，你是罪魁祸首，今天晚上我要你的命！住手！刀给我放下！云秋，我真不懂，我们说好了去探监，结果你为什么又糊里糊涂的回来了呢？娇娇，你没看出来吗？玉堂。他是有意坐牢的，有意坐牢，哼，我就不相信，这个年头还会有人有这种瘾头。也许玉堂他的看法跟我一样，他认为县衙门里有很多疑问在，所以他就将计就计，以坐牢为方便。看能不能探查出点端倪来。这么说，玉堂跟那个姓张的捕头有默契？我想，应该是。但愿玉堂不要露出马脚，被他们发现才好。我倒不担心玉堂，现在我所担心的是小铃铛，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姑娘，你就在这委屈一会儿吧。干了吗？要喝水吗？我给你送水来了。水，水，我要水。别急呀，桑大人，这瓢水是给你喝的。是熬不下去了，干脆你把凤姑娘的藏身之处告诉我，不就结了吗？不，
我不告诉你，你死得了心吗？放明白点，桑大人，老管家跟张捕头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秘密，我已经把他关进大牢了。 那个飞贼已经被抓住，他并不是你的儿子，你连最后的一点希望也没有。明天，也许就是明天吧。 有人会带你升堂，带你审问，带你判那三个人应得之罪。你呀，等着瞧吧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 饭人晕过去了，给我用水泼。是。拉管家。 本县明镜高悬，不能徇私，以私通非贼，冒此本县，你招是不招？哼，你不是我家老爷，我家老爷早被你跟温师爷掳走了，你是流寇，一派胡言！来人呐，在，张嘴，是。 奸贼，你就是打烂我嘴巴，我还是要说，你是流寇。张嘴，等等，拉管家，我劝你还是招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没有什么好招的。 你不是我家老爷，你是土匪。来人呐，在，大刑伺候。是。哎呀！现在，你迟早要逼死我灭口。我。哎。哎。 姑娘，姑娘，不好了呀！什么事啊？大人升堂，要审问飞贼，你那位朋友恐怕要遭了。 招是不招？
我找。好，叫他画押。是。方玉堂，你可知罪？启禀大人，我不是飞贼，你们抓错人了。本县如果没有证据，只怕连百姓也不服。这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药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他就是那个侠盗啊！青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，他是个侠盗，是个好人，不应该被抓起来的。恩公啊，恩公啊，您是好人，好人是有好报的，您怎么会被他们抓到这个地方来了呢？青天大老爷，您明镜高悬呐，他是个好人呐，您就把他放了，我们这给您磕头了。青天大老爷，我们这给您大胆刁民，竟敢扰乱公堂，来人！在，把他们给我轰了出去！是，青天大老爷。百姓都证明你就是飞贼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飞贼，你们抓错人了。哼，活动大刑，亮虎布罩，来人呐！在。大刑伺候。是。且慢。草民铁云秋叩见青天大老爷。铁云秋，你可想扰乱公堂？草民不敢，只因为方玉堂和草民结伴同来贵县，方玉堂被误认为飞贼，实在是天大的冤枉。草民斗胆，扶请大人明鉴。哦，你说方玉堂不是飞贼？那刀从他身上搜出来，这事又怎么说？启禀大人，身怀刀未必就是飞贼。方玉堂他的刀来自何处？大人可以尽管直问，如果他答不出来，大人再动刑也来得及。铁云秋，你好利利张口。民女士就事论事，望请大人明察。好，方玉堂，这镖怎么会在你身上搜出来？这件事情要老老实实的说。启禀大人，是草民在路上捡的。哦。路上捡的，会有那么巧的事？大人，分明你是狡辩。大人，其实要在路上捡到的，也未必不可能。望请大人开恩。大胆铁云秋，三番两次顶撞本县，本县要是不给一点苦头吃，恐怕惯了你下一次。来人呐，在，杖坛二十。是。哎，大人。大人明鉴。
方玉堂、张捕头还押。是，遵旨。多谢大人。陈秋，本县暂时不定方玉堂之罪，不过三天之内抓不到飞贼，到时候本县可别无选择了。退堂。这怎么来的那么巧？要是他再晚来一步，你不是白白挨了一顿打吗？不，我认为那个侠盗不到，只是没有到紧要的关头，他不愿意出手。这么说，这个侠盗还真有点良心了。哼，如果他躲躲藏藏的，哪像个男子汉？云秋，你怎么能确定那个侠盗是个男的？说不定他跟我们一样，都是女的。不管他是男的女的，我们一定要设法赶快把他抓到，否则对玉堂的处境就很危险。可是云秋，这个县城这么大，我们怎么可能找得到呢？你放心。我很有把握，而且我能确定他将在什么地方出现。那你说说看。让我先卖个关子，到时候自然你就会知道。走吧，去找小铃铛。哎，你等。我并没想这么做，可是谁让你发现了我呢？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我不会跟人家讲的嘛。我不能冒这个险，你还是委屈一下吧。吃吧，免得你饿死。小凤子，云哥，原来是你，我还以为是老管家呢。小凤子，我今天来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可是我希望你听到了以后心里不要太难过。什么事，云哥？老管家死了。啊，他是怎么死的？受刑不过，自刎而死。心都哭乱了，云哥，我怕我一丧不归。不会的，小凤子，我爹现在对他们还有利用的价值，我想他们不会让爹死。云哥，我
知道你是关心我，所以才来看。可是三宝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我，我希望以后你再也不要来看我，你应该废寝忘食的去找三宝，直到找到为止。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我这儿，小凤子。林哥，桑伯伯待我恩重如山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会一辈子心不安。林哥。疯子，快去！爹娘死了，老管家也去了。师祖，为什么遇上我的人都要遭到不幸？老天爷，我到底是命硬还是福薄？伙计，伙计，伙计，再喝一杯，干，干！张过点，喝点酒，可以这个减轻一点痛苦。不用，我没有心情喝酒。没心情，没心情，没心情。就不明白了，好端端的啊，把人给逮进来，不知为什么又鬼迷心窍的又把人给放出去了。你不明白的事情还多着，桑大人他是个假的，他是个土匪啊。你说这个桑大人是假的，你别逗了，我也没有喝醉，眼睛也没有花，这个真假我还看不出来啊。你是谁啊？你可跑不掉了，把斗笠给我拿来，要看看你到底是谁。
是你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桑云。啊！放下！掌灯，掌灯，是。吴师爷，哎，吴师爷，你看清楚了没有？他才是飞贼呀，我们不是，快点放我们出去啊！啊，这，温师爷，这你要小心了。说不定桑公子马上会回来要你的。师爷，哎，这个桑公子武功这么高，来无影去无踪的，万一他回来杀你的话，跟切西瓜一样，咔咔一刀两断嘛。他不要杀我，他不会杀我，他要杀了我，他老子就没命的。他不要杀我，他不要杀我，他不要杀我。哎，师爷，师爷，哎，放我们出去，师爷。好了好了，不用了，他不会放你出去。笑话，啊，他不放我们出去，我们在这等死他。那你的意思？想办法逃啊！逃？怎么逃呢？哎，你是属什么的？我属鸡。这你问这个干啥？好啊，我属龙。我师父说，属龙的碰到属鸡的，运气好啊。哦，哎。不行了，用脚，够不到。